家人们，你知道吗？蛋仔部分渠道服务要停服了。如果你在绝风、360、魅族这三个渠道的话，就需要尽快的去按照刚毅的指示完成操作，立马转服，以免到时候账号回归，可怜的小蛋仔没人要啊。其他渠道服的奖励大家都拿到了吧？就是这个游戏爱好者，这个是官服的，其他的渠道也有不同的奖励。刚好之前也有粉丝问过我，有没有办法能拿到其他服务器的皮肤，因为小米、华为还有4399的皮肤都是真的很好看，自己却只能拿了官服的，所以问我有没有办法获得。于是我就在网络上去搜寻了一下，并且询问了官方。你们猜怎么着？我们不猜，又想水时长，你还给我们说小了，格局小了，我这不是已经把时长水了吗？好，那么不卖关子了，很遗憾告诉大家，每个账号在每个服务器只能拿一个，所以基本上是没希望了。不过后续还会不会出，可不可以购买，那还是另外一件事。当然了，我可没白找，说的这硬性的八个只能拿一个，还有四个是有办法获得的，那当然就是某站的打工小电视，还有潮流叔叔、炫音小游和憨憨小六。不过目前后面这三个还没出，官方也说是等消息，所以我们先来教大家获得小电视。我们打开蛋仔跨年季的狂欢活动，找到这个蛋仔联名的这个地方，只要在这里发布自己在蛋仔里的游戏视频，并且带上话题蛋仔派对跨年狂欢，就可以领取小电视啦。视频一共需要发7天，还是有点难度的。不过为了这么可爱的一个小蛋仔，人人又能算得了什么呢？如果嫌这个麻烦，实在不想发的，下面还有一个任务是抽奖的，几率还是挺大的，建议大家试一试。后续要是剩下的三个皮肤出了，露露我一定给大家第一时间更新获取方法。那么这期就拜拜了。Nice. 最后带大家沉浸式的